说吧，又怎么了？何军，看见他？谁啊？雨贝，我前妻。合着是想跟人复合，人家没同意，所以就跑到这儿来借酒消愁是吧？他的妈妈呢？今天他们家打120，我一进去，我就看见李贝大着个肚子，我都不敢相信。后来送什么来？我看见他老婆，他老婆，还有他孩子，都没事。哎呦，就松了口气。其实吧，我觉得我之前对他挺有意义的，我看见丫我就想揍他，但是现在我发现他对妹妹挺好，真挺好，我也就放心了。你看见我现在这样，是不是还挺高兴的？我现在看你这个样子，我心里很难过。我前段时间听说你在做担架工，很用心也很努力，有家属给你送锦旗，我觉得这挺好的。不管你信不信，我所做的这一切是希望你能够自食其力。我是你姐，我怎么可能看你的笑话？平时我是很凶，打你骂你也好，我都是希望你能够早点长大。其实有的时候爱一个人是会忘记那些苦乐得失，总会付出更多的努力去给予对方。既然你说你爱李贝，那就把这份爱放在心里，然后去祝福他，替他高兴。人家当妈妈了，你自己也要回头好好的过日子，培养自己爱别人的能力，别再这么混了。姐，那天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？好吗？不好，还不是看你这个样子，第一次见你骂自己骂得这么凶，还算是有良心。当姐的送你一句话，其实最勇敢的人是会说我错了。一会儿能自己打车回去吗？今天的酒算我买了，请你喝的。喝的差不多了，就自个儿回去，听到吗？好嘞。震雷没事吧？
你知道吗？我看到关振磊那个样子，我真的，我特别心疼。我觉得我以前对他太不好了，我为什么不能换一种方式对待他，去爱他呢？他是我弟弟啊。好了好了，雨晴，你知道吗？我特别喜欢你现在这个样，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。你在笑话我吗？没有。那是因为我知道背后有你啊，我才能这个样子。谢谢你这么信任我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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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了。啊，不许看！哎呀呀呀呀！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啊，不行。哎呀，哭也这么美啊！哎，快把衣服穿上。哎，我们等会儿振磊，送他回家。嗯，谢谢。鼻子都红了。讨厌，丑，好丑！不许笑话我。笑话。好丑！你怎么来了？不放心你啊。振磊，你姐担心你，非要送你回家。姐，那什么，妹妹现在怀孕了，在安联医院，你们有没有认识的人可以帮我照顾一下？那儿妇产科的主任是我的师姐。我联系好了，打电话告诉你。上车吧，姐夫。哎，谢谢你，没该做的。上车。哎嘿。